有些人病人经常来找医生，问医生啊，我怎么咳了这么久，紧咳不得好，有时候咳得很厉害。那么，如果你长期反反复复咳嗽，自己用什么药都不得好的情况下，那肯定还是要做适当的检查。最关键的问题，首先你要拍片子，片子里胸部 X 线片有没有肺炎、肺结核或者其他什么问题。如果这个拍片子没什么特殊问题的话，你可能还要做一个支气管镜，支气管镜看他气道有没有问题。有好多人就是在不经意过程中反过来回过来都来才想到哦，曾经在某个时间段在说话的过程中，吃饭吃东西的过程中，吃着吃着说说话笑着就有一个特别呛咳的例子，就是有好多这样子的病人。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异物的吸入，异物吸入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只有做支气管镜，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做支气管镜才能发现得了。支气管镜，然后这个是完全可以治好的，有很多这种例子，那个呛入鱼骨头啊、鸡骨头啊、其他的或者铅笔帽啊等等东西在支气管腔里面很多年才发现，才取出来这种异物的这种情况，所以这个支气管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，针对咳嗽的原因来说。